努力且优秀，从未恋爱，如今为爱而来。你们的很多的工作人员让我偏负面一点的这个想法开始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他不仅要为自己代言，更要为整个行业发声。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咱们干工地的男的都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他们相识六年，却不敌缘分的一见钟情。太熟了，对，太熟了，这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他比网络上要活泼一些，眼里就只有漂亮了。缘起海昏，情定三生，都市情缘明晚播出。都市情缘，情暖心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亚芝。纤云弄巧，飞星传恨，不久前由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共青团南昌市委联合主办，江西省海昏侯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我们都市频道承办，共青团南昌市新建区委、南昌市新建区妇女联合会、中建四局江西分公司等单位协办的缘起海昏情定三生海昏七夕牵手节顺利举办。120位来自南昌的优质男女嘉宾，在七夕佳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边，开启了一场浪漫的寻爱之旅。那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爱情、编织自己爱情梦想、打造自己爱情王国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希望啊，给在场的所有的单身男女嘉宾们一个遇见爱情的机会，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有缘分的平台，大胆的去展示，大胆的去表白，早日遇见有缘分那个他。本次缘起海昏情定三生海昏七夕牵手节由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共青团南昌市委联合主办，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承办，共青团南昌市新建区委、南昌市新建区妇女联合会、中建四局江西分公司、江西都市放心爱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协办。那么现在缘起海昏情定三生海昏七夕牵手节的活动正式开始，一会儿呢大家可以在活动的互动现场来进行自己的遇见爱情的行动，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晚牵手成功。接下来掌声有请今晚的乐队。本次活动和以往有所不同，每位嘉宾先领取各自含有通关顺序的香囊、通关文牒，并根据各自的顺序男女搭配组队，完成鹊桥相会、投壶中喜、汉服换装、猜灯谜、剧本杀、古风踏片这六个汉风游戏中的五个，每通过一关可获得通关印章一枚。最先完成通关任务的30组男女嘉宾可获得惊喜奖品。在活动现场，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我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嘉宾。大家好，我是45号男嘉宾，然后身高是1.85米，体重是75千克，爱好是传统文化，类于服饰和甲胄类等传统文化，还有室内及室外运动。45号男嘉宾今年23岁，吉安人，刚大学毕业，准备考公务员。这回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活动。考虑到本次活动的举办地和主题，作为汉服爱好者，45号男嘉宾身着汉服，锦衣夜行，前来邂逅爱情。我身上这一套呢，在外面套着的是明制的明朝的团龙补服，是圆领，它的类似于性质是一套礼服，它主要是穿着在祭礼等庄重仪式下，因为比较庄重。然后里面的这一件是斗牛的贴礼，因为不方便展示，因为汉服的穿着它比较繁重，因为它可能要从内搭到外搭到配饰都有一定的要求。他是亲王府，亲王府。站在45号男嘉宾身旁的是和他一起前来的43号女嘉宾。大家好，我是第43号女嘉宾，来自黑龙江，然后身高173，体重55千克，然后现在是处于一个刚毕业在求职的状态，目前是22岁。
和45号男嘉宾一样，43号女嘉宾也是汉服爱好者，这回也是身穿汉服参加活动。他也是明治，这是贺补。明治贺补，因为这是贺，然后他这个东西呢叫做披红，也可以叫状元红。这个算是官服，一品文官的衣服。因为看了活动地点是海昏侯，然后我才决定发给他，然后之后我们约着一起穿汉服过来。因为汉服这个共同的爱好，45号男嘉宾和43号女嘉宾在6年前就认识了。这一次是43号女嘉宾在微信群和朋友圈看到本场活动的预告，于是带着45号男嘉宾一起报名参加。就是说，对于交友还有相亲这方面是蛮靠谱的一个平台，体验还不错，蛮有意思的。原本45号男嘉宾和43号女嘉宾相识6年，兴趣相投，这期间也有朋友撮合，可俩人始终不来电，最终以兄弟相称。我们这是、太熟了，对，太熟了，这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这一次他们一同前来，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偏向的类型是属于那种能够互补且能够互相督促，因为我个人觉得爱情应该是促使对方互相往上的一个状态。我想找的另一半基本就是和我兴趣爱好是一致的，这样子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冲突，然后三观要符合，身高上就我再怎么样不能比我矮，就这样子。那么接下来的活动中，45号男嘉宾和43号女嘉宾又将会遇到怎样的奇妙缘分呢？为了爱情，他不仅要为自己代言，更要为整个行业发声。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咱们干工地的男的都是比较老实本分的。曾经他努力且优秀，从未恋爱，孤芳自赏，如今却为爱而来。就你们的很多的工作人员让我偏负面一点的这个想法开始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缘起海昏，情定三生，都市情缘正在播出。这里是江西二套你的都市频道。心脑血管疾病反反复复，活血是关键。心慌乏力用活血胶囊，头痛健忘用活血胶囊，肢体麻木用活血胶囊，心脑血管淤堵用活血胶囊。带你们来吃一家宝藏粉店，一碗凉拌粉，一盅瓦罐汤，烟火难撑，忘不了的老味道。来瓷都，这里不仅有流传千年的制瓷古法，更有中外碰撞的美食文化。100年风华看时代变迁，江西美如画，赣菜香天下。2023江西二套联合加多宝推出江西首部融媒体美食纪录片。恰饭不老表，恰饭不老表，恰饭吧老表。城市种草官带您踏遍红色干坡，用镜头记录市井生活。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坐骨神经痛、椎管狭窄、腰椎骨质增生，呵护腰间盘健康，舒筋健腰很重要。人老戏不老，全靠腰腿好。舒筋健腰丸配方砖，药材好，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的，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粹中药，匠心传承400多年了。Hello， 都市放心爱邀你参与一场甜蜜相亲。拒绝照片，真实交友，我们从不翻车。欢乐聚会，自在相亲，彻底消灭尬聊。
心动互选超28%场均牵手成功率。与20000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优质青年一起，即可脱单。赶紧扫码报名，开启你的浪漫邂逅。由我们都市频道和江西省海婚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缘起海婚情定三生海婚七夕牵手节，在汉代海婚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办。为爱而来的120名男女嘉宾们在鹊桥相会，投壶重喜、汉服换装、猜灯谜、剧本杀、古风拓片等游戏当中啊，一边去体验古风的乐趣，一边交朋结友，寻觅自己的意中人。我玩了一下那个投壶，还蛮好玩的，趣味性比较多吧，因为正常的游戏接触不到投壶啊。在活动现场，对于投壶重喜游戏，有一位女嘉宾充满了好奇。我是8号女嘉宾，今天是来参加海婚侯的七夕活动的。然后呢，我是南昌本地人，平常的兴趣爱好喜欢打游戏，然后周末的时候喜欢自己出去旅游。今年的话是刚满20。8号女嘉宾表示，之前并不知道我们都市放心爱，这回是在朋友的推荐下报名参加的。因为刚好今天放假，然后也是跟着朋友一起来过来参加活动，体验还是很不错的，因为现场的环境场地也蛮大的，然后游戏也很多，然后大家人都蛮友善的。作为全场年纪最小的嘉宾，他表示平时的生活两点一线，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结交朋友，寻找心仪的另一半。我觉得这种形式还是比较好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其实挺忙于工作的，你真正交友的时间还是比较少，如果有这种机会提供的话，我还是比较愿意来参加。那么年轻的8号女嘉宾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嘉宾呢？我喜欢性格稳定一点的，然后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还有人比较踏实的。希望8号女嘉宾能在我们的活动中遇见属于她的爱情。亲身去可以参加这些传统文化、国风的文化，借由这个相亲机会也能去接触这些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在打卡环节中，48号女嘉宾对于古风拓片和猜灯谜游戏尤其喜欢。我看到了有现场有画画、有拓印、有猜谜，然后在里面还有古风的换装，等等一些游戏。我感觉这个猜谜游戏让我最喜欢吧，在里面有蕴含了很多的传统的诗词，这个环节特别有意思。48号女嘉宾在参加了上一场团团有约爱在巡城联谊活动后，受现场氛围和我们工作人员的热情感染，她再次报名参加本场活动。当时参加活动的时候，觉得你们组织方非常的用心细致，在可以发现你们在背后做了很多的这种大量的工作，去让嘉宾能够快速的认识彼此，所以当时通过你们的各种工作啊，这种细心都让我特别感动，所以我才来选择第二次。为了弥补上一场没能成功牵手的遗憾，这回48号女嘉宾从九江赶到南昌，参加缘起海婚情定三生海婚七夕牵手节。我来自于江西九江，目前职业呢是一名高校老师。我平常的喜好呢是喜欢运动、阅读和瑜伽。48号女嘉宾告诉我们，在今年之前因为忙于学业和工作，没有想过个人的感情问题。其实以前的话都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之中，今年也是因缘技巧嘛，去参加过我人生的第一次相亲。在亲戚朋友眼中，48号女嘉宾一直被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努力且优秀，一直都在忙于考研和考博。然后在我这个进入这个正式考博期间呢，我还同期考了，当时考了这个公务员。然后在工作了以后呢，一直又忙于参加各种比赛，就是各种类型的，比如说演讲啊，这个朗诵，微团课、微朗课，然后包括一些这个课题论文写作，然后带领学生进行双创比赛，各种各样的比赛。那
这个做事比较专心，可能就忽略了这一方面。在今年之前，四十八号女嘉宾对于相亲交友不仅不感兴趣，甚至还比较排斥。可能是人的思想是到一定时间会逐渐越来越更加的成熟，然后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到了这个年纪，我开始有觉得自己有更加的有这样一个倾向，觉得到这个任务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去完成人生的这一项这个必经的一个选项。我也觉得我做好了各种充分的准备，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报名参加了我们都市放心爱上一场的联谊活动。商业的活动我也没有怎么参加过，但是我有身边有朋友去参加过，就是他们更多的时候不是像你们工作人员那样带有一种对这个工作的一种热爱的一种性质，对于嘉宾的一种关怀关心的性质去做。包括这个我上一场的小组长，他也是非常真诚热情的来跟我去进行他的一些分享。就你们的很多的工作人员让我对于婚恋这一方面的一些稍微偏负面一点的这个想法开始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并且在这里他希望能遇见三观一致的另一半。我希望他能三观比较一致，工作稳定，然后比较有责任心，比较有上进心。祝四十八号女嘉宾好运，每一个努力且闪光的人都应该拥有幸福。在活动现场，如果打卡闯关玩累了，也可以在自由交友区休息，品品茶，听听现场乐队的演奏，看看夜晚海昏侯博物馆的庄重，闹中取静也不失为仲夏夜里的一份乐趣。在自由交友区，有一位男嘉宾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为他所处的行业发声。我是26号男嘉宾，我来自中建四局，目前的工作呢是主要负责市场营销这一块。然后呢，我的爱好是平时看看电影，然后爬爬山，年龄的话是28岁。26号男嘉宾在建筑行业工作，他表示因为自己所处的行业，因此找对象比较困难。我们单位的话，男女比例肯定是严重失调，男多女少，大概是90%-10%这样的一个比例，就一开。因此，26号男嘉宾表示希望得到女嘉宾们的正视和关注。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咱们干工地的男的都是比较老实本分的，都是一些优质好男人，只是说等待你们去发掘。这一次在单位领导和同事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本场活动，希望能和心仪的女嘉宾牵手成功。善解人意，持家顾家，基本上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因为我们干工地的话，常年四季都漂泊在外，也是希望有一个就是说温柔懂事的一个另一半去把这个家给顾好。也祝26号男嘉宾好运，能够脱单成功。在活动现场，面对这些打卡闯关的游戏，男女嘉宾们纷纷沉浸其中，玩得不亦乐乎，并且整个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自己心仪的异性嘉宾。是什么样的缘分，一个心有好感，一个一见钟情。他比网络上要活泼一些，就是眼里就只有漂亮了。穿越千年，缘分的星空下，他们大胆爱，放心爱。我们都说来日方长，但实际的就是来日未必方长，一定要珍惜当下。缘起海昏，情定三生，都市情缘正在播出。这里是江西二套，你的都市频道。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头晕、头痛、胸闷、心慌，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请及时清血。血液清，血管通，心脑才好。经常头晕头痛又清血，经常胸闷气短又清血，用清血八味片，血液粘稠堵塞血管，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容易堵了心和脑。清血八味片270余年清血古方，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的药物，荣获国家专利。清血八味片，助您血液清，血管通，心脑好。
头晕头痛又倾斜，胸闷气短要倾斜，倾斜八味片，认准猛奇牌。女人爱吃醋，男人常吃醋，得当可移情，吃醋伤感情，聪明人会吃醋。你说的哪个醋？当然是长康醋。长康原浆陈醋，聪明的人啊多吃醋。秋季鼻炎高发期，鼻塞、流涕、打喷嚏、流鼻血、眼鼻发痒，做好鼻炎的科学防治。健康电话866-5-3。在顺境中等待你用爱指明方向。媳妇儿，我爱你。可以，我爱你。在逆境中等待你用爱点亮希望。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爱是真的有最纯真最初的那个模样。因为你，我现在我的世界变得春暖花开。每一个平凡人的背后都有一段真善美的励志故事。都市情缘终于等到你，温暖呈现。月光下，男女嘉宾们通过组队打卡各类古风游戏之后呢，收获了奖品和爱情，并且在乐队的现场演奏当中，看着夜晚海昏侯博物馆的庄重闹中取静，也不失为仲夏里的一份乐趣。那么到了最后真情告白的这个环节，会有多少人能够牵手成功收获幸福呢？你们俩这个穿搭可以啊，是现代与古代的融合，穿越千年的爱恋吧。哇，好浪漫，穿越千年的爱恋。来，我们男嘉宾先表白好不好？真情告白环节刚开始不久，45号男嘉宾并上台向心仪的女嘉宾告白。之前认识呢是在网络上认识，因为社团的，但是之前一直没有见过面，因为这次活动他说他要参加，然后我就也参加了。之前对他还是没有。原来之前45号男嘉宾就和心仪的女嘉宾在网上认识，只是一直没见过面。这次在活动中遇上了，45号男嘉宾对她一见钟情。见面之后感觉如何呢？其实眼里就只有漂亮了。就最直观，美漂亮。然后性格上呢，跟你所认识的网络上她有什么不一样吗？她比网络上要活泼一些。更活泼。那你喜欢这样的吗？当然。没想到45号男嘉宾和相识6年的43号女嘉宾楚成的兄弟，却和素未谋面的女网友一见钟情，并向她进行了告白。那么她心仪的女嘉宾又会如何选择呢？怎么了？你不是说啊比较害羞，那你自己也来一段啊。你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是在一个汉服群里的嘛，然后他也是我们汉服群里的，然后我们会经常一起组织活动，但是他经常在群里发一些分享日常，然后就感觉这个人蛮有趣的，然后还喜欢就是那种那个小猫猫啊，我觉得我好有爱心的一个人。然后这还是第一次见，因为我在搬砖嘛，然后他听说他也来了。之前还鼓励45号男嘉宾勇敢不要害羞，可到了自己选择的时候，女嘉宾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首先我喜欢高的，所以身高这方面过关了，而且我喜欢就是我也比较活泼了，那他可以适当的含蓄一点，我觉得也蛮好的互补嘛。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喜欢穿汉服，我也喜欢，所以我觉得蛮合适的。是你今天本来也应该穿汉服来，但是是不是因为他喜欢撸猫，所以你今天就扮成猫了？对啊，这个是我之前问了他喜欢什么样，他说他喜欢黑色的。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位女嘉宾在来之前虽然只是在网上交流，但已经对45号男嘉宾心存好感。这样一来，一个有好感，一个一见钟情，接下来就是皆大欢喜了。你本来就是为真爱而来。对，哇，恭喜恭喜，哇，终于是真爱奔现了。我们全场掌声是不是要再来一次？
在奇妙的缘分之下，45号男嘉宾最终和一见钟情的网友女嘉宾牵手成功，而他的好兄弟43号女嘉宾也被另一位男嘉宾告白。我们的女嘉宾大家一看就会觉得我们人中龙凤，你看她是一个东北的姑娘，然后你看今天女驸马的打扮，一看就是必须得娶回家的那种。36号男嘉宾的告白比较直接，那么43号女嘉宾又是怎么想的呢？我觉得男嘉宾也很风默，很就是很关切，很幽默。然后就聊了一下，感觉之后就是双方印象还可以，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这样子。没想到不仅36号男嘉宾比较直接，被告白的43号女嘉宾也很直接爽快。我们是冥冥当中有这样缘分可以认识的一个机会，大家互相给自己一个机会。我觉得所有我们的男嘉宾，我们女嘉宾都应该热情主动一点，给自己这么一个美好的机会去交友，去相亲，去认识。我也没谈过恋爱，没什么经验，反正就是如果说对一个人有好感的，就是直接说吧。尝试发展，我们直来直往，不要绕弯子，是吧？对，我们的真诚是第一步的。除了45号男嘉宾之外，还有一位男嘉宾和自己心仪的女嘉宾一见钟情了。从吃饭的时候就在一起。是吧？对。吃饭的时候是在车上看到了吗？在车上没有碰到，下车的时候。一下车那一眼就定了终身了，是吧？一眼永恒。然后经过一个晚上的这个了解之后呢？其次是性格吧，因为我觉得他性格挺开朗的，然后也喜欢玩剧本杀、狼人杀、桌游啊这些，然后对也比较擅长沟通，因为他本身就是老师嘛。虽然他对这位女嘉宾一见钟情，并在活动中对她努力追求，那么他能否牵手成功呢？挺亲切的，我觉得挺温和的，性格也好，嘴巴也甜，是吧？因为今天刚好是七夕，就是有些人我们可能错过就再也不会遇见，就是我们还是要好好把握机会。毕竟来日并不方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着都市方心爱一起冲冲冲，努力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吧。除了以上三组嘉宾外，还有多位男女嘉宾在真情告白环节中牵手成功，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交往顺利，奔赴幸福。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在本次缘起海婚、情定三生、海婚七夕牵手节中，120位单身男女嘉宾在鹊桥相会、投壶中喜、猜灯谜等古风游戏中相识相爱。在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星空下，有的人收获了爱情，有的人收获了友情，柔情似水，愿每一个为爱奔赴的人都能够佳期如梦。好的，今天节目啊在这就结束了。想脱单别等待，找二套放心爱。提醒大家，我们频道的都市放心爱团队致力于打造江西第一婚恋服务平台，信息真实，平台靠谱，是我们坚守的底线。扫描屏幕下方的小程序，您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脱单活动了。单身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让您的幸福从这里开始起航吧。